奶奶，你怎么能让穆子云来操办我的订婚礼呢？你换我，换我哥，换谁都行啊。作战。玉芝啊，那件事儿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忘不掉呢？你也都快是成家立业的人了，日子要往前看。奶奶希望你放下心结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不是很好吗？我怎么忘？我妈是怎么死的？我是怎么被赶出这个家的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你以为她能忘吗？她就真能把我当儿子看，把高杰当儿媳妇看吗？奶奶，你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跟她母慈子孝，那只能是装的。玉芝，你的婚事儿不是你个人的事儿，是余家和瑞华的大事儿。对外，子云是你的妈妈，是你爸爸的老婆，她为你办这件事儿合情合理呀。奶奶不是。不要说了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我知道你很有才华，瑞华也希望你多担一些责任，奶奶对你也有期许，希望你把注意力、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好，最后我再宣布一件事儿：镶嵌组的副总经理于直今天正式进入我们董事会。镶嵌组在瑞华盛典上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于直不但开发了新客户，而且超额完成了销售任务。希望他进董事会，能给董事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。将来的事业还是要靠年轻人扛大旗的嘛。恭喜啊，小玉总！我们瑞华向来是能者居之，小玉总年轻有为，日后一定不可估量啊！谢谢。于直啊，有什么想说的，和大家说说。首先呢，感谢董事长的抬爱，也感谢各位董事对于我的信任。我们镶嵌组呢，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全是因为我们余毅总经理的高瞻远瞩。我仅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次进入董事会呢，对我来说，一是鼓励，二是对我的考验。我也希望与各位董事一路前行，能为瑞华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于直的这番就职演讲，还真有点未来接班人的气派。恭喜小于总，你不但成为了我们瑞华最年轻，也是势头最强的董事会成员。恭喜了，于总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将来的瑞华，靠的就是你们兄弟俩。于直确实优秀，我花了5年时间才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，他花了不到1年就有这样的成绩，才华能力令人叹服。穆总，穆总有何贵干？我来这儿是要向你道喜的。啊！恭喜你啊，真是有眼光，带着你弟弟进公司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就可以进董事会了。哎，这可是你和我这样的人，要辛苦多长时间才能得到的位置啊！穆总这是感受到压力了。不是我感受到压力，是你有压力。哎，你以为把我扳倒了，你就可以成为接班人了？其实真正能跟你争的，是这个同为董事长孙子的于直。
我想穆总有些误会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兄弟俩不会因为你这几句话而改变什么。至于关于接班人的事情，我相信董事长心里自有他觉得合适的人选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对这个弟弟还真是挺好的。哎，在盛典上他这么大出风头，也没有给你点表现的机会。他被提名进董事会之前也没有跟你商量过吧？你看，人心就是这样，不会因为收获而得到满足，反而会因为贪念而更加膨胀。哼，这些只是个开始，等着吧，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。相信我，我看得多了。哥，他找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穆子云这个人最会的就是挑拨离间，哥，你千万别中他的套啊！我这么跟你说，我是你带进来的。我不管是不是进了董事会，或者是进了哪里，我还是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也会遵守这个约定。嗯，对了，我还约了人，先走了。哥对我的态度明显疏离了很多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张总，我认为我们要见一下了。这是相签组的合同吧？小余总，我们的供货品质一直是有保证的。啊，我们之前呢是有些不愉快，但是在生意场上，生意归生意。小余总不会不懂吧？这个我知道，不过要想合作的话，也可以，你只要把该解释的都解释清楚，我们可以长久合作。据我所知，素金组购置了你的一批货之后，就把你晾在那儿了吧？瑞华这块肥肉吃不到嘴，很难受吧？小余总。其实这件事儿过去很久了，我确实是这个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，我不勉强你。啊！哎，别！我不是有心要陷害你父亲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这两个狗男女啊！呸！不，对不起，我口不择言。没关系，实话实说而已。这个事情啊，是你们公司的穆总主动找到。他把照片摆在我面前，我才知道的。穆总说，只要我愿意配合，制止你父亲，然后就可以给出高于市场价格的合同，不然就把我从瑞华的供应商名单上踢出去。我当然没办法了，不得不配合他。我就让我老婆骗余光华签了那个假合同，然后要挟他。谢谢小余总，那我先走了。
现在相信了吧？你以为是穆子云救了你，但其实是穆子云设计了一切。我早就该知道她是个心狠的女人，害人的手段伸手就来。当初是你，现在又轮到我了，早就该让她滚蛋。你知道她害我的事？对呀。你别又想变现花骗我。你说的是不是我十岁那年家里丢宝石那件事？不是那事儿，别的事儿。编，编不出来了。你早知道是穆祖云干的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保密？有你这样的父亲，他给你什么了，让你不得不帮他呀？你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我就立马捅到那。别别别！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也很后悔，当初穆子云把宝石藏起来赖到你头上，我也很生气。可我正好外面欠了一大笔钱。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，就拿去先抵债啊。等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一切就都已经晚了。我找了这么久的答案，原来是这样。你知道穆子云是罪魁祸首，你还一样包庇他，你跟他是同谋。穆子云抓了我的小辫子，要挟我闭嘴。当初他把宝石藏起来，害得瑞华资金链断了，你奶奶气得可不轻啊！你当时还是个孩子，他不能跟你计较，可真要让你奶奶知道是我拿去抵账了，那事情可就糟糕了呀！没有不心疼儿子的老子，那件事情我也很后悔。你看这些年，我跟穆子云也没什么感情。那你去跟我向奶奶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们去把穆子云的家里揭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跟他们在我眼里没有区别。要让你奶奶知道，她能饶得了我？好啊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把自保放低？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录音了。让奶奶听录音，跟你亲口告诉她没什么区别。儿子，你真要让我去坦白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儿子，那就像样一点，做出父亲应该做的事。别把录音给你奶奶。我自己去说，我不是个好父亲，可我还是你爸。当着奶奶面解释一下吧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爸下仙人跳？余冠华，你把你自己摘干净了，就给我头上抹黑是吧？怎么，用合作当筹码，逼人家给你串供？这种事情你都做出来？你别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雇人做假证，你怎么还敢这么嚣张？你哎，我穆子云在瑞华这么多年，我勤勤恳恳，做的执行的证，倒是你，这么多年。你做过一件靠谱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诬陷你，妈能相信吗？大家不相信我爸的话，那我的话呢？当年是不是你诬陷我，说我弄丢了那批红宝石？玉芝啊，你当年年少顽劣，你做错了事情，怎么到现在事隔这么长时间又赖到我头上来？
告诉你，如果是我做错事情，我穆子云坦坦荡荡我会承认，但是如果不是我做的，谁都别想赖在我头上。我赖你头上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承不承认？玉芝，我没有陷害你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是一心一意的想让你和我成为真正的家人，但是你都不给我这个机会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要不然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？孟子云，你太会演戏了，怪不得全家人都被你骗得团团转。我要不是当事人的话，我估计也会信了你的鬼话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如果真的是我弄丢的那批红宝石，那为什么这张交易凭证会在你那儿？奶奶，嗯，郑师傅。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奶奶，我找到了当年那批丢失红宝石的数据，和这个交易记录上的红宝石数据是一模一样的。妈，我揭发，当初就是他故意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就为了陷害阿直。我这么多年就是太懦弱了。迫于他的胁迫，不敢把真相说出来，这才让阿直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。我不是个好爸爸。你说我陷害于直，那你倒是跟妈说说呀，那批红宝石到底谁卖出去的？先陷害我儿子，现在又来陷害我。明面上你是个好媳妇，背地里却下黑手，你行吗你？那明明就是你卖的呀。为了还你的那笔烂账，害得妈卖公司股权，为公司筹钱。是，妈，我是有错，我是错在知情不报。那我也是为了保全我们的夫妻的感情，我才瞒了妈这么长时间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住手！你还打人呢你？妈，真的是他先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我是无意中发现的，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才把宝石给卖掉的。妈。妈，是我错了，我是为了维护光华，他当时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，冲动之下卖掉公司的那些红宝石，如果我揭发他的话，说不定你会把他赶出家门，所以我才保持沉默。我没办法，我才在玉芝面前做了这么一个恶人。行了，穆思雨，你别再演戏了。当年指天指地发誓说不知情的人是你，现在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也是你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揭露出来，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再撞下去，人家只会更疼。妈，妈，别说了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很早就知道了。这个你不是一直想听于芝小时候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说给你听。当时穆子云呢说于芝拿着家里的红宝石，董事长就特别生气，就直接就把于芝给弄到国外的寄宿学校了。于芝当时小啊，十岁啊，哭着喊着就不去机场。董事长当时特别生气呢，就机场都没去。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太残忍了吧。你不知道，这董事长实际上特别心疼玉芝，但是呢他为了保全这个家。当年这么重要的一批红宝石说是让玉芝扔了，我就觉得很蹊跷，我派人去调查了，这倒是光华把他给卖了。
妈，当初真的是他藏宝石在先，我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够了！你卖宝石在先，还是他藏宝石在先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奶奶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走？啊，玉芝，玉芝啊，这个家已经破碎过一次了，不能再被毁了。我的孙子没了母亲，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再失去妻子。紫云和光华结婚以后，我希望他能管好你爸爸，好好过日子。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给你送到了国外，让你去国外留学。我不希望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。玉芝，奶奶真的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的这么多年。奶奶一直心里有愧疚，觉得对不起你。妈，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光想着护着光华，想着只是撒一个小谎，没想到我一步错步步错，这谎就越撒越大。玉芝，对不起，我光想着你能帮助光华扛下这件事情，我也想着奶奶对你的疼爱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也没想到后面会变成这个女人。没想到啊，你一句没想到就能把你的罪行都掩盖吗？你不配待在这个家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们真的要把这个家拆散吗？奶奶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要保庇她？当年就是因为他，我才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如今你还要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翻篇吗？那你把我放在哪儿？你把我死去的妈妈放在哪儿啊？你妈妈，你妈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所以当她怀上你的时候，我执意让你爸爸娶了她。可是，奶奶做错了这件事儿，我害了她，她不合适嫁到余家。可是光华，紫云是你要娶的，是你决定要娶她的。你既然结了婚，你就要对这个家负责。我们余家就这么几个人，我们风风雨雨的几十年支撑了瑞华不容易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苦，都有很多的委屈。要是说你们一定要怪的话，那就怪我，我没有把这个家管好，我害了很多的人。妈，不是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做的不够。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努力偿还所有的人，啊！玉芝。
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天真了。我以为找到真相就会把那个女人赶走，给你讨一个公道。没想到，有时候真相不重要，利益才更重要。从小就听别人说奶奶是个铁娘子。 师母啊，这几年，这条商业街高楼林立，各路商家起起落落，几经更换，我们瑞华一直在这儿稳稳地站着。 任风任雨都没有被摧毁，我对得起你师父了吧？那当然了，瑞华这几年让师母经营的有声有色的，师父在天之灵肯定感到欣慰。谁知道呢？ 我守住了瑞华，忽略了孩子。光华，我没教育好，于直又受了太大的委屈。于直啊，是个好孩子。啊，当初啊，您送他出国，让他去留学，这未必不是为他着想啊。总好过把他留在一个重组家庭，跟继母吵来吵去去。我现在一直在反省。 我不知道我那件事儿是做错了，还是做对了。不是，您看啊，现在这孩子啊这么有出息，这说明当初的决定呢是对的。不过呢，说实话，您对这个木子云呢，说实话太宽容了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我理解。她不容易，为了瑞华牺牲了青春。 你说我怎么能对他下得了狠心呢？可是这个于直、木子云这俩人的矛盾呢，很难平息啊。您又不能全都照顾，是吧？否则这个最后两边都怪你。小郑，我管不了了，我累了。是。 儿孙呐，自有儿孙福嘛。这个您为他们守瑞华守这么多年，啊，也该歇歇了。行，这也不早了，您回去吧，啊。 Thank you.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于直呢一定特别伤心，可是董事长他也有难处。你这样，你好好去劝劝于直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那这样，哎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是我这几天工作太忙没理你，生气了？没有。那是因为我前天没回你短信啊，对不起啊。你今天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明天我就去找郑师傅，你看，把我未婚妻搞成什么样子。我就是心疼你嘛。我没什么事的。对了，给你看东西。你不是说想要把妈妈接出疗养院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我们结婚以后啊，我们就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去，把妈妈也接过去，正好可以照顾她。你是喜欢高层带电梯的，还是一层里面有院子的？你已经那么忙了，就别为我操心了。我只是想你好好的。我没事。我只是有点心寒，没想到奶奶会牺牲我。好了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以后的家没有谎言，没有欺骗，只有温暖和信任。好了，女主人，快看一看房子吧。玉芝，我能让你真正信赖吗？那个跟你有血海深仇的人是我的表姨，就算说出来你会生气，我也该告诉你事实。我饿了，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吧，我想吃红烧肉。我吃了红烧肉之后，我才有力气跟穆子云继续斗争了。我现在就去帮你做，今天不是好的时机，以后再跟他说吧。这么晚约我出来，是生产线的安排有转机了？怎么，没有生产线就不能找你喝两杯啊？
当然可以。只是人找我喝酒，是心情好，还是心情差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于直进了瑞华董事会，如果你心情好呢，那你就是一个无私为弟弟开心的好哥哥。可是如果你心情差，那就说明你感觉受到了威胁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骗不了我的，因为你跟我是一样的人。是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一样到不用猜就懂对方，一样到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目的。我们是不是很般配啊？你喝多了。你懂我。我是一个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，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。慧慧，一直以来，李欣都提醒我，我不该明知道你喜欢于直，却对你产生感情。可跟你在一起时间越久，就越会被你吸引。尤其是那天夜里以后，我人生第一次会奋不顾身地去喜欢一个人，去追求你，甚至是不要回报。你别闹了，你明知道那天是个意外，我上次就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慧慧，慧慧，意外，那真的是个意外吗？你敢发誓，你所谓的意外里就没有一点点的情不自禁吗？意外就是意外。慧慧，你选择忘记我们的事情，是你心里还惦记着于直是吗？你不觉得你的坚持非常的苍白可笑吗？你别再说了。他都带高杰回去见父母了，他们马上就要订婚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？连穆子云都已经同意帮他们操办婚礼了，这件事情板上钉钉，你根本就没有希望。慧慧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。至于我，我会等待你一段时间，但我希望不要太久。你懂得拿这些话来劝我，就该先拿这些话来劝你自己。玉意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学长。没想到这红宝石的事儿您早就知道了，我这心里边还一直担心呢，成天寝食难安的。要是于直没把这件事情捅出来，你打算不坦白了是吗？妈，其实我是无数次的想要跟您坦白，但是每次吧，这个话一到嘴边上我就害怕，我怕真是跟您说了之后您生气就不理我。所以你一直让于直受委屈，我对他这么严厉你高兴了是吗？这怎么可能呢妈，其实我心里对于直一直也是亏欠的，他一直帮我当做敌人一样看，我都能够理解，毕竟是我诬陷他在先嘛。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的弥补弥补他，可是在于直和光华之间
我真的很难做选择。你对光华太纵容了，所以才出这样的事情。他都多大年纪了，在外面沉迷享受，都是你惯的。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您不是一直也是惯着光华吗？要不然这事儿您早就知道了，您怎么不说呢？还一直委屈着玉芝。